他不懂他们有出现，只是我有制服诱惑，生个麦当劳宝宝。他甚至哦，严重到他希望他自己的婚礼在麦当劳摆。你们这样子我就想哭了。我老公开窍了，买花给我。你看不哭，你看那个眼睛。你讲累啊？哎呀哎呀，太累太累。你出去整天了啊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Gladys 徐晴。本来呢，现在不在，我们在试这 McDonald costume。他不懂他们有出现，只是我有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我在想大家穿这应该很 Q， 制服诱惑，生个麦当劳宝宝。Amazing， so shine， golden bobo。你的，可是看的人是男女。我现在在准备我的制服，看到就有点兴奋了。重点是他不懂明天有这么多人。已经是当天了，所以我已经打扮好准备要出门了。可能你们很好奇哦，为什么我们要去麦当劳庆祝？为什么？本来呢，他从小就有一个遗憾，就是他很想要到麦当劳庆祝生日，可是他没有试过。他甚至哦，严重到他希望他自己的婚礼在麦当劳摆，就很希望很希望自己可以在麦当劳庆生。所以这一次应该是一个蛮大的惊喜的。好，我们现场见。Banana 到了 ，Banana， 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请你换上它。真正工作就完美的你，我难得穿这么漂亮，就来穿，跟你一样的吗？我的比较美吧，是吗？你又还没有看这个美不美？我就是看，里面刚好没有变，没有关系，有你们都是一样。很聪明，今天是美的老板。我蒙古董啊，好美哟、哦！我儿时的那个高雄哦，有没有让小学生聚会的感觉？哎，好看嘞！我再摇这个头来看。Cry, oh, this girl, cry. Huh? 他不懂没理由来，他不懂你们有来的，你就叫他冲进来。然后我跟你讲天时地利人和，这里比较靠近他们做工的地方。他不懂你没有来，他哭了很多次啊，哭了很多次。全员拍齐耶！我们到齐了，我们拍张大合照先。很热，我要帮 baby 他让脱衣啊。Oh my god！ 没有想到你抱到他，可是他看到我，他就不要你了。拜拜。奶奶做主角还是要再泡的。哇，鸡手手啊！哇，其实你打开这个拉链就可以立刻喂它了。不要啦，你还要买个狗。我要拍一个比较敏感上镜的人。有个爱人也来了。哇！特地比邻赶过来早上的飞机哦。我哎呀，妆已经没有了。你已经哭了几次了啊？无数次。
哎，这是 my baby。哦，这个变态叔叔带着我的孩子进游乐园哦。他要睡觉了，你看他要睡着了。这个画面，你看主角坐中间。感言，感言，感言，谢谢大姐。啊，讲这么多的事，我要比你给，我要听。我们现在拍照时间，这件服装很美耶，如果你们想要买的话，去 Hi and Kisses 买。我们的姐妹们都这样漂亮，我要给他们一人一个特写。OK， 下一位。哇，对，这个是要这样吗？对对对。OK， 下一位。他永远有色情感，可是没有整，没有抗议。来，我们下一位。哇，完全就是从动漫人物啊，动漫里面走出来的。下一位。我帮你，我帮你。没有我摆 pose 呢，今天到宝能啊，你给我问什么？什么蛋蛋可麦当呢？你又问他 happy here or take away？ Sorry 啊，你这个不能做这个东西，你只能站在门口罢了。可以，你站在门口这样罢了。你们这样子我就想哭了。来啦啦，看上面妹妹啊，看上面妹妹啊。哟，卡拉，卡拉你不怕他了啊？你喜欢狗狗啊？喜欢狗狗啊？你看这个好甜嘞。哎，这个可爱孩子。哎呦。我老公开窍了，买花给我。你看不哭，你看那个眼睛，懂浪漫。因为他怕了，他有威胁感了，他一直觉得我们的朋友对他更好了。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 to you.你要让你朋友看到，所以刚刚这样子就 OK 了。你跟你朋友讲嗨，嗨，累吗？不累，把地结束了喽。哎，你讲累啊？哎呀，累，你出去整天了啊？啊，嘎啦在睡觉哦，你没有睡觉没？你没有睡觉啊？你很爱讲话哦。啊，咦，太喜欢了。有几个？哎。我觉得在麦当劳庆祝生日也很开心哦。我暂时偷了三张来不了，还有。你们想要洗什么照片？让你给他。开心啊！有麦当劳 birthday 哦。我在看 video 的，应该很多人想要去啊。哎呀！哎呀！木真木真，你干嘛呢？连我的他让黏我的爱人呢，可以让人抱了。哇，有天哪的嘞！哦，你知道这些哦，被抢到包的嘞。哦，对对的。哎呀，哎呀。这个什么？这个酸的。哇，你要煮熟它，煮熟了哇。对啊，这个人要走了，来。Happy birthday！ 谢谢你，你敷了我恶心的那个梦梦。Happy birthday to you！ 今天的派对结束。
Thank you.